你是谁？我是金牌吕林老师，教你画画。我毕业于美国纽约长岛大学美术硕士，加拿大国际水墨创作比赛枫叶奖得主。来，粉彩站起来涂，因为面积很小，所以站起来涂。来，直的，过去回来，过去回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 ，one, two, three, four， 好，连笔哦。好，连笔，然后一层画完，再第二层，眼睛空下来哦。好，笔触要密哦，因为像个 N 字形。身体的部分，好，白色地方以此类推，都是 N 字形。好，笔触要尽量密哦，不可以碰这么大哦。好，笔触尽量密，有白色的地方先上。为什么找你学画画？因为老鹰教的小孩才会飞，第一名的老师教出第一名的学生，这是我的奖状墙，是我指导学生参加县市、全国、世界杯美术比赛前三名奖状。和你学画有什么好处呢？你将学到武力、想象力、创造力、观察力、思考力、专注力，一辈子受用。爱因斯坦说，想象力可以带你到任何地方。还有三宝：自信、快乐和幸福。金钱无法衡量，是无价之宝。 So come on,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? Enjoy the painting, become the one you like。未来还有许多有趣的画画课会教给你哦，我们下次见。